叫 Seventies， 那目前是 Mozilla 台湾的软体工程师。在 Mozilla 工作大约两年多。我是 Firefox OS 的 Performance Team， 那目前的话是在处理 Firefox 上面一些跟Memory 还有一些系统效能相关的问题。第一个是 Mozilla 它的开放的文化，那在这边来讲的话，全世界各地 的人都可以很开放，然后很开放 的彼此交流。那另外一方面是在于在这边可以跟全世界众多的城市的好手做交流。我比较擅长的语言是 C++， 那所以也比较喜欢写 C++ 相关的程式，所以比较喜欢跟系统底层比较相关 的部分。写程式如果从大学开始算的话，应该十几年。我觉得比较有趣的问题都是一些比较特别困难的问题。那我觉得最困我遇过比较困难的问题是在于一些像 multi threading， 然后还有一些像 memory corruption 这类型的问题。不写程式的话，会花点时间打电动，然后看书、看电影，另外还有就是运动。游泳，然后以前会去骑车，现在比较少。我觉得挑战过台湾人三项，玉山环岛日月潭，这件事情还蛮值得自豪的。